化妆上粉底除了刷子海绵，还可以用喷的方式。这个专业化妆技巧你听说过吗？来看看喷枪化妆吧。 喷枪化妆其实就是现在的一种化妆上色方法，只是利用工具啊，利用我们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元素，能够将化妆品以这种最细小的这个雾化分子状态喷涂附着在脸上，能够让它达到又薄又透又润，同时又能够快速遮瑕的效果。只是这另外一种上色方法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第一个是快，速度相对来说比以往传统化妆方法快5倍左右。 所以说也给我们化妆师节约了更多的时间，再者就是它的这个晕染效果和上色力度的问题。就比如说，我们正常要画一些烟熏妆 smoking eyes 呢？烟熏妆对于这种晕染类的话，要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晕染效果的话，其中我们需要多年的这种磨合和经验总结，才能够更好的画出烟熏妆的立体感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我想说的这个喷枪化妆呢，是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，轻轻的点一下，几秒钟就能够将烟熏的效果表达出来了。 以及我们薄透润的这种妆面的这种质感的东西，也体现的会特别好。就比如说腮红，能够达到白里透红的这种效果。